三只合起来，对对对对对，那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看懂吗？所以你千万不要只有给我讲答案哦，一定要跟我讲为什么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再跟你讨论，来继续来。等一下，他没有讲过，你说你不能讲了，你讲过了，你讲过了，他们两个还没讲，所以他们两个要先讲，你们两个才会火起来，这样懂了吗？好，来停，来，哎，还没有抓到熊熊的那一组，你们啊，你们都半只，好，守望相，那等一下给你们两个，我再讲一次啊，我的问题是什么啊？我发现你们都跑掉了，来，你们好像都来，哎，我的问题是什么？要讲出。原因不是我刚刚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们都忘了。来，谁记得？来，你说，我的问题是什么？哦，甲要怎么用什么方法算出它的面积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他讲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三下，有请。我送你半只，好不好？来，用什么方法？来，你们两个，来，现在知道方法的举手。任何方法都可以啊，但是要知道啊，你说你没有讲过话，你说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来我们听听看。
你知道什么叫全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就不知道就给他们做。好，来，谁要救他？谢谢你讲得很好，谢谢。来。就是两个图形可以合起来一样，不一样。来，谢谢你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不是你，你是他，他先的。来，等一下。欸，如果没有他第一棒，我要第二棒。对，来听，不可以。对不起。对对，来，再讲一次。两个中心可以合起来是一模一样。好，你告诉我怎么合起来一模一样？我不会合成一模一样。好，哎，这两个图形怎样？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完全怎样？一模一样，我们在数学上叫什么？重叠，全能，重叠，对对，重叠，全部重叠在一起，在数学上叫做全能。漂亮，来，掌声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这两个是梯形，也是全等图形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你又说了嘛，哎，你要拼成什么图形？来，请出来，你怎么拼的？你拼给我看。它可以拼成什么？它是它刚你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？可以拼成什么？好，你告诉我怎么拼，怎么拼来？怎么拼？对，哎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再讲一次，不能笑。哎，不行了，你两次、三次了，你不，你要跟镜子讲话。哦，哎，请问有成功吗？有。有成功吗？有。这叫什么图形？平行四边形。长方形。哎，漂亮，有两个答案哦，我好喜欢。哎，你觉得是长方形还是平行？还是都可以？你觉得？都是。他觉得两个都是，漂亮，我喜欢他的答案。来，先回去哦。来，现在大家就要来想想看哦。你觉得都是的？哎，你们组讨论一下吧。哎，给你20秒讨论。来，你觉得他都是还是不是？来，讨论一下，快点。哎，谁还要讲话优先哦？你没有讲话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优先。你也可以优先，看，好了哈、哦，同学，他们没有讲过话，所以他们可以优先，这样知道吗？来，听好了，来，长方形，要不要说说看，你为什么觉得是长方形？长方形要怎么判断？看起来像就可以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很喜欢你。很欣赏你，很欣赏你，很欣赏愿意举手的人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一开始就跟同学讲，数学不会很正常，答错也没关系，这样你知道吗？敢讲我就觉得很喜欢。他说长方形，但是你是用感觉的，对不对？你感觉看起来像长方形啊，是不是？是，对，我就喜欢你讲实话。你觉得呢？你也是感觉的吗？是吗？你讲啊讲，你刚刚有举手啊，因为你讲错话，他们其他人就火起来了。你觉得是吗？采访你也是感觉的，是吗？谢谢，我非常喜欢。来，哎，这节课还没有讲过话的人谁？都讲了，你有讲过话啦？你刚刚在我旁边，你还举那么高？啊，所以同学们全部都活起来了啊！来，等一下，我的问题来了。他说看起来像长方形就可以当作是长方形吗？你觉得不行？所以怎样才可以算是长方形？来。欸、我刚刚有没有给你熊熊？有哦，不是你刚你没有啊？我刚才欠一只哈、哦，半只啊。那你们刚刚也半只啊？好，来，我用错的哦。来，第四组，来，谁要讲都可以了。来，你说，长方形怎么看？啊？你把我当裁判哦。来，注意听他讲。听到吗？听不懂，不要裁判都听不懂。最后一次机会。四个长方形啊、哦！你现在讲四个边长都要写的。好，谢谢你的答案。来，还有吗？来，啊、同一朵比同一国的就好了。来，你觉得？你说在那里说就好了。你也是当裁判，啊，说长方形。两个有两个边一模一样，
听懂吗？你听懂你说什么意思？我听不太懂。比较紧张。你这样讲我听不太懂。再讲一次，用你的话想办法讲，怎样？怎样才叫长方形？来，现在我开放了，谁可以把长方形教到让我们知道？因为他这样讲，我听得会傻傻。来，你。长方形。嗯，因为你们主讲长方形啊，那什么怎么样可以判断长方形？都平行，都平行就可以叫长方形，同意吗？不太同意也来，哎，你举很久了，来，好，来哦，四个角都要直角就可以了哈、哦。好，例如，你可以说随便拿一个，例如，像这个，像哪一个？拿起来，拿高一点，拿高起来。哦，这个是长方形，这块板子是不是长方形？是不是？是哈、哦，啊，有没有四个角都直角？有哈、哦，来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笑一下，我丢掉了。来，哎，同学，来这一组的同学，来，你看一下，你刚刚说它是长方形，对不对？它有没有四个角直角？你觉得有没有直角？没有，所以它有没有直角？你用眼睛可以看出来它有直角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对，所以它可不可以叫长方形？不可以。所以显然长方形这都不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它，你说，哎，你要想什么？它是平行四边形，同意吗？好，来，机会轮到你了。什么叫平行四边形？他要救你，不用紧张。来，你要不要讲？你讲，因为他抢到了嘛，不知道。来，你讲，什么叫平行四边形？高跟底都要一样，什么意思？你要不要比？高在哪里？你要不要比一下？高在哪里 ？PDD， 高在哪里？再比一下，再比一下，高在哪里？这个叫高，这一点吗？哦，这里叫高，那底在哪里？下面叫底，上面叫高，是吗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还是喜欢你。他愿意讲，我就很喜欢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同意吗？没有同意，那就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好不好？来，哦，这么多人举手，来，好，讲，只有讲一次的举手，只有讲一次话的举手，这一节课。只讲一次话，你要不要讲？没关系，那你准备好再来，那你来，来。对面的角都一样大，叫做对角都一样大，叫平行四边形，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。对角都一样大，叫平行四边形，同意吗？同意。请问你，这叫什么形？它对角都一样大。好像也不对哈、哦，所以平行四边形来，你讲过好几次了，换他了来。四个边都平行，同意吗？四个边都平行，同意吗？同意。同学来想这句话，四个边都平行，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哦，你好容易同意哦。再听清楚，四个边都平行。不同意。不同意哪里不同意要讲哦。不然我要白纸回来哦！哎，同学，不要随便讲答案，来，全部看我。今天教你一个观念，讲出任何话之前，先想一想再讲出来啊！不要人家说同意就同意，人家说不同意就不同意，你在干嘛？对不对？来，再问一次哦，四个边都平行叫平行四边形，这句话想清楚哦，同意或不同意？四个边都平行，不同意，要讲为什么？来，谁知道？来，讲第二次话的。没有没有，讲第三次，哎，谁讲第二次话的，先让他优先讲。我们讲四个边，没有，你也讲啦，我知道你有答案，你讲，你第二次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你讲。那不讲，我要叫第三次的喽。好，第三次。干嘛？来，加油，来，出来。我应该给你们多讨论一点来，哪边是写的？这里写的，他写的有什么关系？不能来，给你讨论一分钟好了。来，你觉得什么是平行四边形？来讨论一分钟，开始来，加油喽！讲话越少的人会越优先叫到他哈、哦。现在我会叫你们组讲话最少的人。什么叫平行四边形？
以的就举手了，你们那组可以的举手，我会随便点。你举了，但论他们两个会不会啊？我会教你耶。好，那你举啊。这你可以当第一棒哦，就比如说你当第一棒嘛，因为你讲话讲的少，对不对？第一棒给你们做，对不对？来，等一下，对吧？给我给你，徐老师绝对不会勉强别人啊、哦！来，好停。因为现在的话，你最少是你要不要讲？啊，他想讲，来给他讲一下，好、哦，来，出来，来，没关系，后面怎么接着，好来。上下两边是平行的。啊，上下两边是平行的，再来。左右是斜的。左右是斜的，斜的，哦，斜是平行的，同意吗？同意。他说上下平行的，左右也是平行的，这叫做什么形？掌声三下就去。哦，来，哦，太感动了，来，我要送他两只。不知道为什么吗？